点沧桑，谁曾九万里翱翔，谁有过有阔单声堂，谁又看几吞长江，谁的胸怀笑看风霜，谁的传说地老天荒，谁的气魄纵横千古，谁的精神万代流芳。读一段春秋时热泪流淌，叹一曲光临散醉卧沙场，挥一笔浪淘沙，浩浩荡荡，百转千回也血气方刚。龙腾虎跃耀神州，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们，大家过年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相会在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24春节大联欢，与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文艺工作者一起共襄盛举，共贺新春。今天我们将共赴一个灿烂的春天，当时间的大门叩响甲辰龙年，我们将共同迎接神州大地的春光无限。今天我们共享一个团圆的春天，迎着婀娜多姿的万家灯火，点亮我们心中的美好心愿。今天我们共迎一个奋进的春天，传承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，开启创作繁荣的崭新画卷。今天我们共庆一个非凡的春天，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，怀抱日新月异的大好河山。百花迎春，灼灼盛放，台上台下名家云集，今天就让我们共度一个欢乐中国年。欢乐中国年，欢乐欢乐中国年，啦啦啦啦啦里面，欢乐欢乐中国年，欢乐中国年，金风送喜来，心怀开，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，百年梦已圆，千年手相牵，中国走进新时代。清风送喜来，紫荆花已开，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，百年梦已圆，千年手相牵，中国走进新时代。恭喜恭喜中国年，五谷丰登笑开颜，恭喜恭喜中国年，歌声万里连成片，
喜来，紫荆花已开，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，百年梦已圆，千年手相牵，中国走进新时代。金风送喜来，紫荆花已开，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，百年梦已圆，千年手相牵，中国走进新时代。恭喜恭喜中国年，五谷丰登笑开颜，恭喜恭喜中国年，歌声万里连成边，欢乐欢乐中国年，欢歌笑声连成片，欢乐欢乐中国年，佳节到来之际，我们祝大家龙凤呈祥，家和美，龙马精神，事业兴，龙腾虎跃，向未来。先生，先生安好，来吧，为大家介绍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敦煌的女儿常沙娜先生。谁画的？我画的。对，是先生画的。祝福大家新春快乐，新春花卉送给大家，而且是满庭的蝴蝶飞舞啊，真美。说到繁花，唐嫣有什么要祝福送给大家？我觉得就像常沙娜老师这样的老一辈艺术家的坚守，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代代传承。所以在新春之际，我也想借由我们的电视剧《繁花》，祝大家在追梦路上繁花亦繁华。这就是大家的希望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唐嫣，谢谢。春和日暖，正是静待繁花盛开的时候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一起看遍山河之花开遍。再回头，烦恼困忧都冲走，望群山清秀，岸边多感受，浪里滔滔珠江醉了。借帆进发的自由，心在梦中游，我跟着你向前，沉稳节奏，汇成时代蓬勃的洪流。顺流的江水，永不再回头，梦里百感受依靠，月儿在满园，万家灯火摇，是你爱心点点渗透。万里江水长，日夜不休，千回百转向海奔流，淘尽了
世间的欢喜悲忧，缓缓的，缓缓的流，流向那永久。是爱的源头，在我生命中长留。扶摇直上九万里，这是仗剑独行时我们心中鼓荡的凌云壮志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，这是立足于天地间笔下流淌出的豪放才情。是啊，这隽永的诗意是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血脉中那最深沉的记忆，最浪漫的情怀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李白的诗句走进诗仙的世界。山高水长，物象千万，非有老笔轻壮可穷。十八日上阳台，李白。
弃我曲折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长风万里送秋叶，对此可以安高楼。蓬莱文章兼安骨，中间小写有情发。俱怀一心装四非，欲尝青天的明月。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浓烟愁。弃我曲折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长风万里送秋叶，对此可以叹高楼。蓬莱文章兼安骨，中间小写有情发。俱怀一心装四非，欲向青天揽明月。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浓烟愁。明朝散发浓烟愁。千年似梦如仙，生旦净丑印在心间，常年作打千锤百炼，中国的戏曲尽收眼前。风云墨染色彩斑斓，妖笔人生百态皆呈现。龙腾四海天定神州，中华的文明代代相传。江山如画，奏一曲风烟，轻烟云阔，情意山，知己把酒送离歌。太行清风雨粉墨，幻化明月诉说，风华展，大戏尽在山水间。
友们，春节好。咱们中国人过春节呀，喜欢贴春联。今天呢，有两位就要率领他们的队伍来给我们送春联。亲爱的朋友们，龙年到了，我们给大家拜年了。咱比一比啊。咱比什么呀？咱们两桌啊，给各个协会送春联，看看谁送的最好。好啊，啊，说谁？影协。影协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这上联是啊，大银幕，大导演，占大千世界。好，好。我的下联呀，小成本，小人物，演绎小康生活。横批，别看盗版。该我们了。我们说谁？剧协，来来，我上联是京剧、豫剧、越剧、评剧、话剧，戏里戏外都是爱。好，下联，那我这下联是生角儿、旦角儿、净角儿、末角儿、丑角儿，台上台下皆有情。好，横批，想看买票。对，该我们了啊，说谁？音协，我来。音协啊，我上联是管乐、弦乐、弹拨、打击乐，奏生活交响。哎，那我这下联是民族美声、通俗原生态，唱时代恋歌。好，横批都得靠谱。哎呦，多新鲜！该我们了啊。说谁？美协，我来。国画、油画、版画，画神州美景。啊，我下联配铜塑、石塑、泥塑，塑时代精神。横批，手下留情。太有情怀了啊！该我们了，该你们了。说谁？舞鞋，舞鞋我来。好，荷花盛开啊，现时代风采。下联有了，哎，桃李芬芳，展曼妙风姿。横批，少去广场跳啊，不跟大妈争地盘。好，该我们了啊。说谁？民协，上。我上联是体验民俗，舞龙耍狮，贴年画。那我这下联是感受非遗，皮影儿、剪纸、做糖人。好，横批，火到国外了。意思啊，该你们了，该我们了。说谁？社协，我来。我上联是光圈聚焦新时代，拍四季美景。哎，我这下联啊，我这下联是镜头对准好日子照，五谷丰登。横批，单眼看世界。多新鲜啊！该我们了，该你们了。说谁？说书写，我来。楷书、行书、草书，书时代风骨。我下联给你配羊毫、狼毫、尖毫，描绘盛世华章。好，横批，龙飞凤舞。没错，该你们了，该我们了。说谁？杂写，杂写还是我来。熟能生巧，登高转叠，顶坛子。哎，听我这下联，哎，巧能生精，喷火飞叉耍流星。横批，别坐前排啊！我怕那，我怕那流星飞下来。该我们了，说谁？是谁？我来。上联是金鹰飞翔人世间，荧屏常出佳作。好，我这下联是星光闪烁山海情，频道收视飘红。横批，少加广告。这加点也行。该我们了啊。说说咱们曲协。曲协，我上联是一人多角唱百姓，深受观众喜爱。
哎，我这下联是两人对口划时代，台下一片掌声。横批，横批，继续别停啊！台鼓啊！该我们了，该你们了。说谁？平写。来，我来。上联是激浊扬清，助力创作，甘当一坛啄木鸟。好，我这下联是引导创作，推出精品，勇作文苑排头兵。嗯，横批，拒绝当托。对，该我们了。哎，说谁？你们志愿者协会，这个还得我来。对，翻山越岭，有说有唱，送欢乐。好，下联是披星戴月，无怨无悔下基层，横批爱的奉献。好，山也大雾里的灯，我是孩童啊，走在你的眼眸。你是明月清风，我是你照拂的梦，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，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，你的手我蹒跚在前，请带我去明天。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，我愿活成你的缘，愿不忘啊，愿永忘啊，这盛世美。
是谁气质优雅，坐在历史舞台，一身中国的红胜起东方色彩。是谁巍然屹立，笑看桑田沧海，一身青竹玉兰敞开龙的胸怀。是谁翩翩起舞，登上世界舞台，一身中国的范儿，唱着东方情怀。是谁阵阵锣鼓，震撼这个时代，一声浩然正气，舞动龙的豪迈。是谁翩翩起舞，登上世界舞台，一身中国的范儿，唱着东方情怀。是谁阵阵锣鼓，震撼这个时代，一身浩然正气，舞动龙的豪迈。谢谢谢谢各位艺术家的精彩的献唱。接下来啊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一位，来自粤剧新龙门客栈的老板娘李云霄。云霄您好，看来今天咱们店里不营业。是啊，今天这么喜庆的日子，我特地从龙门山赶来给大家送个祝福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在这里祝大家龙年大吉，喜气洋洋。哎，我跟您说，今天来的可不只有我，你看台上是我们龙门客栈的贾婷。端色色一无两日之家陵，跟你一早与其惨则随眼里。我上苍呼吸一层最龙门，唱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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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把美好创造，带上花的微笑，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，让灵感和智慧闪耀，向明天奔跑。这里让梦想茁壮成长，这里让青春时装冲破了极限，超越了想象。这一刻说出你的愿望，描绘出未来的模样，花一样时光我们一起分享。梦在花开的中央，听我们激情绽放，心中挚爱与渴望。
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在到了我们百花迎春第二轮为大家送祝福的时间了。首先我提议，让我们用掌声请出我们两位送福嘉宾，让我们有请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老师和青年演员吴磊，有请两位。不着急，田华老师，咱们慢慢走。我们给一点掌声给我们的田华老师，她今天穿得好漂亮。好，太棒了，老太太。刚才看着田华老师一步一步地踏上我们舞台的时候，莫名的心里有很多的感动。我建议我们以掌声祝福老人家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有请田华老师为我们送上祝福。大家好，我是田华，过了年我就96岁了。今天我们要向大家展示的是一幅苏绣艺术品《初心盛放》。朵朵白玉兰绽放，象征初心不忘。我12岁参加八路军抗敌军社，从事革命文艺80多年了。红色是我身上最深的底色，我只要心不老，我就把革命的故事讲给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听，把中国精神代代相传。谢谢大家。前辈们对表演艺术的热爱，对演艺事业的精益求精，一直鼓舞着我们年轻一代。青年兴则国家兴，我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不负青春，不负年华，怀揣梦想砥砺前行。祝大家龙年新春大吉，天天开心。其实呢，每一年的百花迎春都是新老艺术家的大聚会，我们中间可能隔了好几代人，像田华老师和吴磊，他们的年龄相差有70岁。那这里呢，我们感叹于时光的流逝，我们更加感动于事业的传承。我提议让我们再次以掌声谢谢两位送福人，谢谢你们，也祝福送给你们，谢谢。结彩呀，张灯又结彩呀，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。张灯又结彩呀，张灯又结彩呀，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。红色战士最光。
下长青，他不怕风吹雨打，他不怕天寒地冻，他不要雨不冻，永远挺立在山顶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，他不怕风吹雨打，他不怕天寒地冻，他不要也不动，永远听走来，中华民族写下了太多传世故事，定格了太多动人画面，这些都连成了一幅光影传奇的时代画卷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一张时代画卷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身影，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光芒。有一束光是英雄儿女浴血奋战迎来黎明，我们用电影《志愿军》向英雄致敬，向先烈致敬。我身旁的一张张老照片，就是94岁高龄的摄影家张崇秀在他年轻时亲历长津湖战役的记录。这些从战地走来的文艺工作者定格了英雄的足迹，而那些最可爱的人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在繁花里笑看芬芳。拽一把不响
有一束光，是人世间烟火处，车水马龙，生生不息。我们是父母眼中永远长不大的孩子，也是爱人和孩子心里那棵参天大树。在平凡人生中演绎非凡梦想，荧屏内外我们塑造许多角色，也过好属于自己的人生，向着光明踏浪前行，努力生长。当阳光亮堂堂照在院子里，照在旧瓦片上，照在旧屋脊，总有一些小麻雀在院子里蹦跳又逃去，炒菜的香味在脑海里。当冬天第一场雪花又飘起，自行车的铃声和嘴角的哈气，在这下雪的胡同里，曾经一串串脚印，那是红围巾。风吹过早晨雾气，昨夜想到你，那时一起走过街道树林和田野，还剩下多少没有忘掉不变的风景，愿世界里找到你。想到你，那是一起走过街道树林和田野，还剩下多少没有忘掉不变的风景，人世间里找到你，还剩下多少没忘掉。有一束光寄托在每一块银幕之上，也流淌在我们航天人的心中。感谢文艺工作者们的创作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超越人类想象、探寻浩瀚宇宙的影视作品，我们更要肩负起筑梦苍穹的使命。每一个有梦的你我，都是浩瀚夜空中最亮的星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？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在意？是等太阳升起，还是意外先来临？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，相信的勇气。
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，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从北国大地到南疆宝岛，56个民族，56朵花。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，各民族兄弟姐妹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亲如一家。今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5周年，
我们要把心中最真诚、最美好的365个祝福送给我们心爱的祖国母亲。365个日出，我送你365个祝福。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。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，夏旭日东升，灿烂无比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。岁月像泉水悄悄地流，有你像那星辰永久永久，有你像那星辰永久。在那东山地上村人那嗦，有位徐男儿词人那嗦，马背上挽着阿强词人那嗦，美在心里绽放词人那嗦，马背上挽着阿强词人那嗦，美在心里绽放词人那嗦。草原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一湾碧水一湾香，骏马好似曾历尽贫寒。
古道脚下的岁月多飘香，真的瘦骨沸腾了我的冬江，丝路啊飞越了古老的驼铃，不朽的传说听你称呼扬，旧的传说听你称呼扬，千里冰山的脚下一排苍茫，座座绿洲妖娆了我的南疆，把扎呀引来了远方的客人，河边的鱼是映照月光，把扎呀引来了远方的客人，河边的女士映照着月光，思故乡，只怪自己离别时太匆忙，让心爱的人眼泪汪汪。阿里郎身在异乡想家乡，要翻山越岭昼夜兼程回故乡，向心爱的人诉说衷肠，把日夜的思念变成爱的大海汪洋。阿里郎想家乡，阿里郎回故乡，要让金大来花儿永不凋谢，肆意飘香。阿里郎想家乡，阿里郎回故乡，阿里郎要让金大来花儿永不凋谢，肆意飘香。阿里郎想家乡，阿里郎回故乡。和和共生，天下一家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是第三幅百花图。要为大家送上祝福的这两位啊，都是九零后，一位是青年演员迪丽热巴，一位呢是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，今年90岁高龄的王猛先生。我们掌声欢迎二位。
这幅百花图啊，是表现了沿着一带一路的地区各种花朵的开放，表达的是和平、繁荣、幸福、吉祥。谢谢，谢谢王蒙先生。来，热巴，也请你送上祝福。非常开心今天能跟王蒙老师一起为大家带来新年的祝福。我跟王蒙老师站在一起，感觉非常的亲切，因为王蒙老师以前在新疆生活过16年，对吧？而且王蒙老师也有很多的关于新疆的一些文学作品，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，并且在国际上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可以塑造更好的自己，万事如意，事事顺心，龙颜大吉。我们也把美好的新春祝福送给二位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就让我们在奋斗的道路上一路同行，与追光者成为同路人。春风唤醒了万物复苏笑脸，夏夜一路追星光不知疲倦，秋夜灿烂在秋雨收获的季节，冬雪飘落转眼十年。同一片天空下相拥，同追一个梦，千万里的奇迹如此美丽，爱超越距离。同一片天空下相拥，同唱一首歌，舍得脚步不停，我和你在一起。你听，驼铃声声捎来了思念。你看，浪花朵朵流淌向世界。说沿途见证太多感动画面，我们牵手步履往前。同一片天空下相拥，同追一个梦，千万里的奇迹美丽，爱超越距离。同一片天空下相拥，同唱一首歌，跋涉的脚步不停，我和你在一起。同一片天空下相拥，同追一个梦，千万里的奇迹并肩继续，请与我同行。同一片天空下相拥，同唱一首歌，未来的脚步不停，我和你在一起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每一位文艺工作者也是一位文艺志愿者，我们颂文化，重文化，传精神，每一次携手都能跨越天南海北在你身旁，每一份参与都在彼此同行共鸣，和你一样。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，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，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，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，歌声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，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，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，歌声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，都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青春焕发金黄色的光芒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色阳光，我们都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，歌声是翅膀，长出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，和你一样，我们
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。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，永远为你鼓掌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德华。新春佳节，愿全世界的华人朋友共度美好中国年，我们相约在江门，团圆在大湾，共赴一个非凡的春天。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，怀揣着梦想，面向阳光，照见美好祈愿。我们共享文化繁荣，站在舞台的最中央，点亮光荣与梦想的辉光。今天我们向着文明之光播撒万千种子，收获万千希望。我们向着理想之光引得百花绽放，走向万里春光。
像是绣纹心的红颜，站在巍巍宝塔山上，一起礼赞着百花迎春齐放的今天。像中华的我们向历史问好，能否感受何尊铭文摘自中国印刻的坐标？从梁渚二里头到殷墟甲骨三星堆，连续出一个民族绵延不绝的骄傲。如果今天的我们向未来问好，能否感受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唐宋名家鲜活的笔调？北斗闪耀，嫦娥奔月，祝融炭火，创新出一个民族辉光日新的荣耀。如果今天的我们向同胞问好，能否感受汉室之景，五星出东方，神奇的昭告，统一出一个民族万众一心的自豪。如果今天的我们向友人问好，能否感受古今丝路每每与共的瑰丽珍宝，包容出一个民族厚德载物的风貌？如果今天的我们
向世界问好，能否感受环球同此凉热的心跳？和平出一个民族协和万邦的美好。今天我们还要向马克思问好，那是科学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的奇妙。第二个结合，像一把金钥匙，打开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。试问，华夏大地何以中国标注下文化自信的浪潮，让绵延不绝的文脉奔流不息，滋养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和细胞。试问，中华民族何以伟大，记录下开放包容的信条，与亿万人携手同行，架起海纳寰宇通古今的主航道。试问，中华民族何以不朽，跟得上守正创新的号角，是那用力潮头的高声宣告，属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我要向时代借一支妙笔，乘百代之流，将文明的苍穹照耀。我要从生活饮一泓活水，会当今之变，看文明的长河滔滔。我要拜人民为师，学真知，采梦想之花，把文明播撒在乡村城镇、天涯海角。我要向中华文明问好，用心用情，向着心中伟大的目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，勇担使命，共创美好。
恐怕这恩情写丹青，他歌起舞。远纳千江水，胸骑百万兵。现如今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舞台愈发宽广，而且脚步更加自信昂扬。梅花绽放，牡丹雍容，荷花高洁，山花烂漫，百花齐放，朵朵绽放光彩。金鸡报晓，金钟和鸣，金象屹立，金菊飘香，金鹰翱翔。可以说，座座奖杯都含金量十足。美术妙相，兰亭流觞，卓木生生，时代风尚，这些都是中国文联的荣耀高光。当然，还有每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终身成就艺术家们，他们永远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再一次响起热情的掌声，送给他们。让我们一起加油，不负时代。孤独站在这舞台，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。多少青春不在，多少情怀已更改，我还拥有你的爱。好像初次的舞台，听到第一声喝彩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歌声教会你我的爱。好像初次的舞台，听到第一声喝彩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掌声
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文艺源于人民，为了人民，属于人民。文艺工作者责任在肩，使命在心，担当在行。从人民中来，我们将在新的一年里潜心耕耘，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。到人民中去，我们将守正创新，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。为人民服务，我们将充分发挥中国文联的组织优势、专业优势，在从艺的道路上永远与人民同行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。